那我们先来看这台 Canon EOS Kiss， 那这台有原厂的这个相机背带，可以看一下相机背带跟一个 Sigma， 这边 Sigma 这是 For Canon AF，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那这台使用的是 CR123A 的这个电池，那网络上跟相机专卖店都找得到，搜寻一下。那我们现在来打开，我们已经先放了这个电池，先放了我们测试的电池在这里，这边打开你就可以那个开机了，好，就可以通电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边，你把它转到转页喽，我们 P 一下，好，那么现在打开这个镜头盖，这颗镜头它还有这个当初的镜头保护镜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当初的这个镜头保护镜，那给人家大家看一下这镜头，镜头保护镜，当初这颗持有者的这个镜头保护镜，然后还有这个镜头，可以看一下这个Sigma的镜头，Sigma，大家看一下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快门，来看一下快门可动正常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闪光灯，闪光灯打开，等一下，拿手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相机可动，闪光灯也可动，闪光灯正常，闪光灯正常，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底片式的这个部分，把底片式打开。底片式打开，可以看一下底片式的状况，海绵都还正常的，海绵都还正常的，那刚刚这个快门已经给大家看过，已经给大家看过正常，好，那底部大家看一下，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 EOS Kiss 的这个视频，一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现场预约来现场来试机，谢谢。